每年一集的 Football Manager 2020 PC Mac 中英文盒装版终于出了。玩家将会成为球队的经理人，做出发展和维持球队水准的一切决定，掌握球队的命运，迈向成功。由队伍的选择到球会的转移和战术等等，令你都有机会成为球队的经理人，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才是最有远见的一个。Football Manager 的拥趸要留意一下啦， EA 和 WOW 正式宣布合作，会将 EA 的游戏带去给 Steam 的玩家，而 EA 旗下的订阅服务 EA Access 将会在2020年春季登陆 Steam 平台，到时玩家就不用记那么多账号和密码啦。附庸10已经在10月底抢先登陆 Steam 啦，游戏刚刚一出就受到大量玩家的负评，所以官方就在11月底作出大量的更新，包括有新角色加入和200格新的大地图，比玩家前进的时候路线会更加多变化，学习更强的策略和挑战难关。至于盒装版终于在11月底登陆门市了，对大富翁有兴趣和情意结的朋友呢，记得来门市买回只回家玩和收藏了，支持一下我们实体店嘛。喜欢条片的朋友，如果对产品有兴趣，欢迎去我们门市或者网店那里看看，我们会将地址和 link 放在 info box 那里。如果对产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问我们的，我们会尽快回答大家。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